Sunny 吗？这个人的头发是黄色的。第七名选手是头发还挺短的，恭喜第七名选手杨云晴，加油！哇，是个人精啊！感谢所有创始人对我的支持，我会努力变得更完美，然后让你们这些支持我的人骄傲。我是闪电杨云晴，谢谢。你是我们可美的骄傲，你是我们的骄傲。接下来要宣布的这位选手是第六名，他是曾经的勤奋 C 位。段奥君还是陈东岳？陈东岳是勤奋。第六名就是。不对，就是段奥君。大军，大军，大军，你没有进啊！我们以为你可以进的。我们大军真争气，实至名归。对，我帮你扫上去。走，加油！不要哭，面包超人，不要，面包不哭。大家好，我叫段奥娟，然后我特别想谢谢为我点赞的女团创始人们，谢谢。我还特别想要感谢云哥和鱼丸，因为就是每次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然后跟他们说，他们就会开导我啊什么的，但是我觉得他们都特别的好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好。还有，我希望我可以从一张白纸，然后画的，满满的之后，然后大家再送我离开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加油。Woo！ 47了、接下来我宣布的这位选手也是勤奋和能力兼具的 C 位。滴答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短发，什么颜色呢？头发黑的。跑得好快。既然你都爆了，那就恭喜第五名选手强东岳，你终于进 A 班了，恭喜你！恭喜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注意身体啊！好。说过了，是名字会发光的。上面等你哦。请强东岳发表一下首次进入 A 班的感言吧。可能我没有那么好看，但是我能做到的就是每天比前一天更努力一点点，直到我可以做到你们心里最最最最好的那个滴答强东岳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我想对还在做的大家说，之前有一个很支持我的朋友，他来问过我说怎样才可以坚持下去，我说把一个大目标化成一个一个小目标，然后你相信自己，坚持下去就可以一直战斗到底。嗯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里当做一个新的开始，加油，加油！嗯，你要帮我。接下来我要公布第四名选手，我现在不说这个人有什么特色了，你们能猜到是谁吗？第四名，杨超越。杨超越。杨超越。错，杨幂，都错。这个女孩呢，三个字，长头发，什么颜色呢？你们猜猜。
黄色。不会吧，美琪第四。黄色。孟美琪，恭喜你。我要上场了，我要上场了，你们别让我哭，你们别让我哭，不聊了，等着我。美琪为什么第四？山之大哥，山之大哥，山之大哥，大哥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我，就是可能有一些伙伴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但是我有一些话想对他们说，是一句很俗的，我的那个座右铭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对，这是我一直给我的信念。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很棒的，不管是排名在哪里，然后不管你离开或者是你还是留在金字塔里边，我觉得你们都是最棒的，所以你们不管到哪里，只要你们是一块好金子，到哪里都会发光，都会看到你。然后希望可以继续加油努力。然后我站在这个位置，我绝对不会辜负每一个对我抱有希望的人。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我心里更高，爱你们，真的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我没事。现在上面还有三个名额了，这三位选手获得了女团创始人超过7000万的点赞，成为本轮的三甲。他们是哪三位呢？恭喜亚米，哇，吴宣仪。最后一名，杨超越。啊！入选前三甲的就是杨超越。杨超越，请你们站到舞台的中心。加油！加油！小伙儿最美。大哥好，大哥好。加油！我进去。我跟你们说，现在我要宣布的是第三名，所以杨超越跟吴宣仪，请你们俩往前上一步。亚米第一。